现在，刀成肉身做工作，亲自拯救人，与人面对面的说话，跟人面对面的生活在一起，丝毫没有距离，没有虚假，实实在在。他对人类的拯救，以至于他能道成肉身，来在人间与人一起度过痛苦的岁月，都是因着他的爱与对人类的怜悯，都是因着他的爱与对人类的怜悯。有索取的，他从人能得着什么？人对神都是冷冰冰的，谁能把神当神待？人连一点安慰在深夜没有得着人真实的爱，甚至是无私的奉献，无私的攻击，甚至是无私的奉献，无私的攻击。人连一点安慰都不给神，现在深夜没有得着人真实的爱，甚至是无私的奉献，无私的攻击，甚至是无私的奉献，无私的攻击。